师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很靠中岛。今天呢，这个主角很特别，他呢跟一个姓容的台语歌手有很深远的关系。梅玲，你还好吗？回来人间了吗？你有心事要讲哎。姓容姐姐改造吗？不是啦，而且本身呢，这个主角也是一个小天后哦，她叫蓉蓉。蓉蓉。你们可能还是不了解，对不对？当然。你知道？是说脱口秀很有名。没错。对。是那种私底下会很叽叽呱呱那一种女生，这样。感觉好像他们的穿着就会比较 colorful。我大概在几年前跟她合作过，她非常开朗，那我觉得她是一个侠大姐姐。喜剧演员，台湾的单口喜剧其实是这两年才开始比较盛行，然后跟被大家喜欢的，有很多喜欢你的粉丝，那同时就会代表了有很多很多的黑粉跟酸民，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会少过的，什么像你胖啊、矮啊、眼睛很酷啊、腿很短啊、骂你爸妈、骂你祖宗十八代啊，都有，就想得到人身攻击全部都有，他们只是想同情你。我觉得除了骂爸妈不对之外，对，其他的都讲得蛮合理啦。眼睛好凸是弹涂鱼吗？我之前就一直被认成那个甲状腺亢进，他们有些是出于善意，跟我说去看医生，去看医生。你有看？有。就觉得我从以前做到现在都没有算命，没有，你现在是在炫耀吗？砖头拿来，别人说你身高不够高吗？有啦，就是也是有人说我娘娘腔什么的，可是就是就觉得说这都讲到你，就讲事实，然后也是啊。喜剧俱乐部，也就是我平常练功的地方啦，我们去看看吧。Go go！ 想问一下你们对我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？拜托你那时候真的很有风尘味，你看那个妆是怎样，那个腮红涂超满，但他穿衣风格真的蛮小孩子的，反差萌。没有没有，我已经可以长大了。哇！你是说身高了吗？长到170吧，跟我一样。然后买到看要怎么一吧。想问一下你们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穿得很可爱，像想装可爱的阿姨。好会记住。OK OK。我就偶尔可以换成一种那个黑白灰都市女性的感觉，知性的感觉。对，对对。然后造型呢，是一个卡利怪猫加渡边直美的路线，非常可爱。但是呢，就是有时候也觉得我现在也27岁了。就例如说什么合约里面写着什么无授权期限，然后为什么授权全世界，写些烂东西，但是要说你一辈子，对，就是你要毁灭。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要授权了吗？他说我们通常合约都是这样子写的，我不知道你这边那么复杂。所以我这次就想说，我要走一个没性感的风格。自己心虚，好难哦。可不可以改造成功？就看这一次了。他找我们改造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就是想要变成一个比较有女人味的轻熟女。他的造型，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娃娃头、那一头。改了以后会不会大家就认不出他来？那就不是他的招牌。对，但好像要讲到说刘海不能剪，只有刘海，那后面都光了。刚刚新梅姐有讲到他一个重点，就是他的黑眼圈比较深，蛮大片的，对，就是感觉好像累累的，对，所以可能我会针对他的气色，还有他的眼睛部分帮他做一点加强。没有，我刚刚觉得就是这次也是蛮难的啦，人生很难。对，虽然个子不高，对，但比例也不好，对，比例没有加分。